你好，我有点急事。啊，不好意思，那个我可能不跟着飞机走了。还不走了？对，我有点急事。嗯，然后我要改目的地了。哦，好。对，我拿下东西吧。那你跟那个机上人说了吗？先生。啊？我上去给他说，我刚刚给他三行打的电话了。哦，好的。对，我临时有点事要改目的地了。哦。太辛苦了。对，好，谢谢你啊。啊，我稍等，我跟机还好没有托运。啊，没有托运哈。对对对，好，谢谢啊。我不走了。你不走啊？对。你又跟空乘说了？对，我跟乘长说了。你不走啊？对。你有托运行李吗？没有。好，不好意思，麻烦你们了。那就只能下次再见了。对对对，下次见，麻烦你了。还好没有托运行李。对，没有托运，我知道托运肯定跟不上。你要去哪里啊？我要去衢州。辛苦辛苦。对。那行，那您帮我办下手续，那我先好，谢谢谢谢您忙您忙，谢谢，好谢谢。为做好。